富贵贱，人人皆可成佛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也誉为经中之王。卷第一，序品第一。世尊放白毫一光，照东方万八千世界，放光现稀有事，光中出现种种妙境，天花缤纷而下，大地六种震动，象征着不可思议的灾难，一种因缘的启示，花般的妙法显现。在印度王舍城郊外，有座山叫灵鹫山。那一天，释迦牟尼佛被王舍城的阿瑟王及无数信众围着说法。世尊，四周围绕，他说大圣经明无量义，教菩萨法通说无念。说此经义皆加辅佐，如于无量义出三昧，身心不动世事，天云曼陀罗花，摩诃曼陀罗花。曼殊沙今天世尊放白毫光，显稀有事，有何因缘？是啊，这一定有什么大事因缘。弥勒菩萨观察大众，皆不明为何。弥勒菩萨作是念：今者世尊现神变相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？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，当以问谁，谁能答者？哦，是文殊师利，法王之子，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必应见此稀有之相，我今当问。伟大的文殊师利菩萨，我有问题想向您请教。您与佛陀有宿世因缘，也曾经亲近供养无量无数的佛，你一定知道佛陀眉间白毫放光所显现的奇迹具有的含义是什么？恳请您开示。伟大的弥勒菩萨以及各位求道者，请各位仔细听着。在很久很久无始劫以前，有一位日月灯明佛出现在这个世上，显现出与现在相同的奇迹，并且宣说教理。当时他所宣讲的法就是妙法莲华经，也就是佛陀现在要宣说的一部经典。妙法莲华经，
过去有日月灯明佛引妙光菩萨说大乘经，明妙法莲华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六十小节不起于坐，尔时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小节为人演说，日月灯明佛八字皆施妙光，妙光教化皆成佛道，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。八百弟子中有一人，皓月秋明暗着力扬，虽不目睹诵中经而不动力，哆嗦往事孤高秋明，山根因缘故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，弘扬恭敬尊重赞叹弥勒那。伟大的弥勒菩萨，尔时妙光菩萨起一人乎，我身是也，求名菩萨入身是也，今见此瑞于本无异，是故为存。今日如来当说大乘经，明妙法莲华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我怎么都忘了呢？我们一起合掌仰望释迦牟尼佛吧。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。方便品第二，佛的全十二智，为国与国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舍利弗三请，世尊三指，三请三指，只为了依大事因缘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这个时候，世尊从禅定中安详地出定，并对舍利弗说：“舍利弗啊，是的，世尊，弟子在。你想要知道佛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吗？是的，世尊，请您开示教导。舍利弗啊，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其智慧门难解难入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。这么难，看来以我们的程度是无法明白佛的智慧了。这么说来，不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了吗？舍利弗，如来之间广大深远，
需要延迟无量无边。未曾有法空悉成就。佛陀，我们现在都渴望想知道这至高无上的真理，而且也衷心期望了解这诸佛所称扬的第一方便法。只舍利弗，不须复说。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，为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颂，诸法如实相，如实心，如实体，如实理，如实作，如实意。如实缘，如实果，如实报，如实本末究竟得。佛陀，请您看看这些敬仰您的信众，全都因此而感到迷惑的样子。佛陀啊，无论如何，恳请您教导我们，请您为我们宣说这部《法华经》的实相吧。只，只，不须复说。若说世事，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。佛陀，弟子向您真诚的请求，请您无论如何为我们开讲这妙法吧。我相信与会的无数众生们都曾亲近过诸佛，他们的根性非常的勇猛，智慧也非常明了。如果听闻佛陀您说出来时，一定会深信不疑的。只，只，不须复说。若说世事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。增上曼比丘将坠于大坑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群聚在这里无数的信众合掌向您敬礼，正等待着您的教导。他们都欢喜地信奉并遵循着您的教诲，而您的教导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多么渴求听闻您无上智慧的法语，因为那是人们难描难绘的喜乐啊。佛陀啊，弟子舍利弗再次恳请您宣说这部经吧。舍利弗啊，如以殷勤三请，岂得不说？如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喂，听到了吗？世尊说，从前所说的法，意趣难解，声闻乃至不退菩萨都不知道。但是，我们一直以来，闻佛所说的解脱意，我等已经证得，都是我们听过的呀，怎么还不知道呢？听到了，怎么世尊无故赞叹，做如此之说呢？是啊，我们不是都已经证果了吗？难道还有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吗？世尊每讲一种法都有证得的人，真是怀疑，这有什么甚深难解的呀？世尊是说什么我们难解难入？若是究竟法，则是为佛自知；若是所行道，则四十年。